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无碍的境界是不是可以通过念佛达到呢？念佛的念是心念的念，还是口念的念呢？啊，这是指四种法界。啊，理上来说是啊一尘不立啊，依法啊不立的那种清净的法界，这是理。事就是由这个理所显现的身罗万象的事相。啊，理和事啊都是体用关系啊，无碍。啊，事事无碍，这就是指一种超越的境界，不二的境界，也就是禅宗讲的向上一着，毗卢遮那顶上行。啊，这种事事无碍境界为华严所独具，体现在六相师玄门当中。啊，如果说前面三种法界通途佛法都具备的话，那事事无碍法界为大乘圆教所独具了。那正好华藏世界的学门啊，跟净土法门具有密切的相关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小大广狭的啊对待啊。念佛，佛就是觉悟的意思，智慧的意思。啊，一心具足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，事事无碍的法界，就是佛法界的啊表现形态。我们在十法界当中，现前一念不念其他九法界，就念佛法界。佛法界具体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在念佛法界。啊，透过念佛号，能念所念打成一片，能所不二得念佛法三昧，就切入到事事无碍法界。所以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，念佛三昧能够切入华严境界，切入到净土莲邦世界的所有的奥障啊，所以是可以达到的。念佛的念上面是一个经，下面是一个心，所以是就是心念，就是当下这一念，看你安立在什么地方啊。所以它不是用口来念，是用你的心去念啊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为什么要摄心去念呢？啊，要都摄六根境界相继，六根不要散在外面六尘里面，要把它摄过来，就摄在这句佛号当中啊。这个佛号就是属于一精明呢，来统摄六根所有的功能。如果你六根摄不住，你口只是口啊在念，但你的意根都心猿意马了，都跑到外面去了啊，都在胡思乱想了，甚至被胡思乱想的那个妄想流牵着走了，牵着走之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。在无记状态当中，你内心很看重什么东西，自然就变了一种念法了。就好像一个做花生的生意，他也天天做晚课，他进了一批花生放在仓库里面，他就想到赶紧倒出去，他就在那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念，他就变成了花生花生花生。这时候他就在口念佛号吧，心里想着花生，于是心里想的念头越来越重，那心想心里的念头就带动他的口也变了，变成花生了。等到他哎，我怎么念花生了？他一打个机灵啊，再拉过来。啊，所以念佛重在心念，重在摄心，重在都摄六根去念才有效果。有人说，明知故犯，灭是因果业，根本无法
忏，还说有一些恶业，如邪淫、严重的杀业等无法忏，不知是否这样，该怎么办？一般我们讲为什么要判教，有藏教、有通教、有别教、有原教啊，那这个四教对这个造的孽啊，能否忏啊，都有不同的啊说法啊。你在比如你在声闻教，你犯了根本戒，那是叫不通忏悔、断头罪，无法忏的啊。但是我们看《维摩诘经》，哎，又有另外一个说法了。那在净土法门，你就犯了无法忏的最重的恶业，最重恶业就是忤逆罪嘛。忤逆重罪，那肯定不可忏的。但是你能够忏悔、念佛、求往生，阿弥陀佛也不舍弃呀，也让你到极乐世界去呀。只不过是你的恶业太重，就要在莲花里面待上六劫甚至十二大劫而已，那种莲花出来，你还是可以得阿毗跋致啊，也跟佛一样的相好庄严呢，啊，所以这些情形，在大乘圆顿的不可思议的，尤其净土特别法门来看，确实不。你不要太在意你造的孽有多重，这个孽能不能忏，你还要注重你是不是具足深信切愿持名，这是关键。你只要具足这个，所有一切在其他的啊教里面判的无法忏的定业，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愿力的光明当中，都不会构成往生的障碍。净土法门往生的障碍就是怀疑，你怀疑没有信心才是根本的障碍，所有的孽障都不构成障碍啊。